أهلا وسهلا بكم مشاهدينا الكرام في حلقة جديدة من البرنامج الوثائقي توقيت فوجيان الموسم الثاني. من خلال هذا البرنامج سنصطحبكم معنا في رحلة إلى مقاطعة فوجيان الخلابة لنتعرف معا أكثر على هذه المقاطعة وعلى ثقافتها العريقة. أثناء التجول في أزقة تشوانجو وشوارعها والتمتع في المناظر الجميلة يمكنك سماع ألحان منوعة وأصوات الطبل المنبعثة من حديقة المسرح. على هذا المسرح يعزفون الشباب ألحان تشوانجو الفريدة ويغنون أغاني مميزة بلهجة تشوانجو. دعونا نتقرب من هذا الفن ونسمع القصص المميزة وراء هذه الأصوات الجميلة. 就是在泉州的大街小巷穿梭，跟小伙伴们，然后拍一拍路边的景啊，去看一看泉州有哪些变化。MV的其他素材，吴学辉通过采街来获得，古城的一砖一瓦，一切历史沉淀，都像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礼物。你看呀，楼上有没有位置？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会怕不被认同，但是坐久了。 完全是自豪的，他把他对比度得拉开，对吧？往前调，然后中间他为什么选哪一个往后调，或者那一段给他剃掉？没有办法，这个是后面你知道吗？这个素材是哪里的了吗？后面拿下拿在前面的，我们想改变的是这个位置变成老人。还有吧？有啊有。有前景的。团队虽然年轻。 但不管是创作、拍摄还是剪辑，他们都共同完成，诚意十足。你们知道东西塔的区别吗？这个塔是宋朝的时候建成那个石塔，然后它上面有一只猴子，就是那个佛。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把五祖权融入到歌曲里面。 你看，带他走，你可以带他走。哎，你给我推下去。吴学辉和他的同学们有个终极梦想，就是将闽南文化通过音乐推广至全世界。他们也正在为此努力着。两年内，他们写词编曲，拍摄剪辑，原创了四首闽南文化作品。我为我是泉州人而自豪。我在外面，我也可以更骄傲地说我是泉州人。 我和我的团队有一个古城计划，它是用我们最年轻的方式，用音乐传递给每一个年轻人。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去寻找声音，我们收录的声音放到歌曲里面。好的，可以啊，对不对？那我们先去梨园戏团吧。好，梨园戏。OK， 走吧，走。 梨园戏的老师在里面教梨园戏啊，就我之前 MV 就在这里面拍的，进去看看吧。好呀好呀，走走走。小辉口中的梨园戏是福建的戏曲文化遗产之一，它发源于宋元时期的泉州，有着8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南戏活化石，并随着泉州人的足迹流传到东南亚等海外地区。 跟着小辉，我们见到了正在闽南文化中心给学生上课的郑老师。老师，可不可以教我们一句花脸的念白啊？花脸的念白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开始闭啊，这样子。无锡，好，相信江的是泉州，真是妙啊！哈哈哈哈哈哈！好。 当天要破例。梨园戏感觉就是和我们现在接触的东西很不一样，就算我之前是学中国舞的，完全那个体态和说法都很不一样，佩服那个老师。一、二、三、大、四，可以吧？啊，你们这个女生，走一下。
西亚，不，西亚阿牛驴跨西边。嗯 ，OK， 我还编了。西亚阿牛跨西边。哎，还不错，还不错。即使是短时间的体验，我们也感受到了梨园戏独有的魅力。下一站，小辉分享了他最爱的天台给我们。他说要领略泉州的美，必不可少的要去一次天台。为了让东西双塔能像千百年一样无隔阂的对视，泉州古城区的建筑被规定不能随意加层，这些天台离地面仅有几尺，但登上这里感受的却是另一种世界。喜欢慢生活的泉州人在这里谈天、喝茶、聚会。哎，你们玩什么？你们提主意啊！提主意啊！准备唱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是吗？那你继续来个 freestyle。OK。豆子要不要来一首呀？要不要来一首？那一起唱好不好？好，因为我唱歌很紧张。好，那就唱那个《大手拉小手》。我帮你找一下。那一起唱，要一起唱。好，那我们就一起唱好了，这样就可以很热闹。One, two, three。会比较紧张，如果大家一起唱啊，有一个缓和的作用，而且融入的还挺快的，就开心就好嘛，玩起来。说真的，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跟阿二认识很神奇，就是那种他第一次见面他就约我，他说哎，我们来唱男音吧，我说好啊好啊。我听那个咖啡店很多朋友说他男音唱很好，然后我刚好在学，你知道，我说哎，要不来试一下，我给男音编了很多和弦。我第一支 MV 就闽南风的 MV 嘛，然后就想找他来唱，结果他刚好没空，就是他加我微信，然后我们一直约不到合适的时间碰面。你们再介绍一下这个鼓手老师吧。鼓手老师很低调，我今天第一次见他。我看到他们能够在天台上一起玩音乐，就很羡慕很开心，因为我是一个不会去主动交朋友的一个人，没有去接触到这类的朋友，所以我在我的心里面有对自己反省，我是不是该踏出那一步了。那我们要不要学一下那个大田话？追狼的西狼，追狼的西狼，你知道狼是什么意思吗？狼就是人呐、啊，做人呐、啊，做狼西呀，困了嘛地呀，周郎，是西郎，快娃莫归刚，来来走起来，五走 ，1, 2, 3, 4，周郎西郎啊，快娃莫归刚。聚会，和陌生人一起因为音乐而亲近。一瞬间，我们仿佛是认识了多年的老朋友。التقاء الماضي بالحاضر وترابط الحضارة الإنسانية بالطبيعة نتج عنه قصص تشوانجو المؤثرة. في هذه المدينة المليئة بالحيوية، حتى الأشياء العادية تكون لها نكهة حلوة. نشكركم على حسن المتابعة.
أما الآن سأصطحبكم معي في رحلة إلى مقاطعة فوجيان لنستكشف ونتعرف معا على هذه المقاطعة عن قرب. ابقوا معنا لتشاهدوا حلقة جديدة من برنامج لين في فوجيان. قبل قليل تعرفنا على الخزف آيتسي. الخزف آيتسي موجود بها القرية لمئات السنين. بالفعل كانت تجربة أكثر من رائعة. من شدة جمال خزف آيتسي لكن فيه تحدي كبير جدا. كما قال المعلم أنه لازم كل خطوة صنع تكون صحيحة 100%، وممنوع يكون في أي خطأ، لأنه خطأ واحد بيأثر على النتيجة النهائية. ولم أيضا شعرت بشعور المفاجأة اللي حكى عنه المعلم، هو الشعور اللي خلاه يستمر في عمل الخزف آيتسي، لأنه شعور المفاجأة بالفعل أكثر من رائع. مهما صنعت أي قطعة أنت مستحيل تتخيل شو الشكل اللي ممكن يطلع من الفرن التجفيف أو الألوان. شوفوا الجمال، واو.